他蓝开的话，我就直接等他，让他先打，然后直接去反，这样还不错。我先开疾跑来得及不？那一级刷挺慢的。那不会三狼开的吧？真他妈三狼开的！你的妈！我们需要休整一下。是休整，还是撤退？一回事。这是吗？那是赚了。没升级呀，这怎么来得及？来不及，还没到三。一下 A 不死我就死了，啊！王城 PK 勇者胜，差点没打过他。反烂你！因为我太远了，没看懂，看不懂吗？跟我节奏。这时候张鑫突然给我请掉就完了。我最好从轨道上炸穿这个茅坑。我得知道他是开野路线，我才能反呀。人要是靠猜的。他在打三狼，宇宙将归我所有。是吗？尼玛，打完了吗？发现弱点，然后一举破坏。可惜，我感觉我过去早了，有点急。我着急没闪的，估计晚点他会死的。这是要建工具。
有点急了。最好还有核桃蟹的加速。啊，怎么用的这个？白云，咱俩之间到底怎么了？我们以前好成那样。很讨厌你那么说。哟吼！通银欧能把白银，只有你够格。这把红还是蓝啊？大概率九成九是变蓝了，万一不得已也可能会变红。河蟹不吃了，吃东西吧，吃河蟹太危险了，没惩戒。不要，最好不要碰到他。难打啊，这把！想抓不上的，有必一波再抓下吧。你这波有心使。小龙这边打就给你了，怎么在这呀？猜不透，我这会玩呢。万一他把我这蓝抢了，我他妈哭都没地方哭。拉亚斯特，我知道你心底害怕，你怕我会赢。那个闪没看懂，那闪太清水了，不会是给你两个闪你也跑不了。可能要动小龙，你打也只能。Nice 早了 ，Nice 个屁呀！你赵信还他妈出穿甲流的，牛逼！你是会穿的。我们要耐心。他们最容易不过了，也是最乏味不过的。哦，我是会 K 的，作为一个高手 K 头是需要练的。打出来，万一赵信来了呢？黑子，黑子，白子。再 K 一个，再 K 一个，可惜，那 K 到我就点满了。我们三个满血，怕个凶啊！这波还不如闭着去看宠呢，没 K 到。来不及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搞一只，搞一只也搞不了。
你他妈真过分啊！他妈演不让他拍。 加棵树脂怪，怎么可能没伤害？小心完了，这憋屈啊！一个砍影压着他。 哎，我有点急，哎，捅不到我兄弟，哎，我真会开啊，<笑>我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其实我可以杀赵信的，回收一个 W 加一个 QA， 赵信没闪中的，杀他的，这波也不该吃这个图。 你看，杀赵信的，没关系，希望队友能理解。开这。 跑来跑去啥也没有，没办法。主播太会开了，我估计在草里会沉，他不上的话来不及了。没中就算了吧，小龙要搞，没什么太大优势，我才发现。 我们家也就一条小龙加一桌商场的优势，其他也就是我的优势。咦，你怎么不动啊？直接去一波，看对面直接突，虽然可能性比较小。 先把我先来个扎死啊！我操，他妈大天使莫甘娜，你是人啊？你在干嘛？我兄弟在搞。
幽默吗？红盾买了之后打蓝的能减时间吗？可以的。幽默。哎呦，今天状态比昨天好太多了，节奏。挺幽默的，你也挺幽默的，不想杀你的，然后再摸鼻子。钱马上够了，闭个屁！给龙打了吧。蓝海的被动对致命一击有加成吧？这样说肯定是有加成的。致命一击什么伤害都有加成呀？你应该问致命一击对蓝凯的被动有加成吗？那肯定也是有加成的。哇，这些你也敢吃？这种就很蠢，太贪了。我不能。感觉他啊，我只要 A 到他，他就要死。这么恐怖吗？他妈差点死了！我感觉他有 R，W 我该用 R 组的。W 被他左位扭了。胜也吸了。Oh, good game！ 这两把是挺好的素材啊，说实话，你们认真看这把和上一把，绝对能学到东西的。这两把